啊，你好，妹妹，我们都是相亲啊，是吧？啊，那开门见山了，是吧？把你要的条件你说出来嘛，合适的话、哦、咱就在一起，不合适的话就算了嘛。啊，我小孩他不读书嘛，喜欢天天来这个游乐场玩。然后呢，我就要求你能保证每天带他来这里玩，我就愿意跟你在一起。我不要彩礼，哦，不要彩礼，只要让他来这里玩就可以了。天天来。他天天来呀、啊？不上学吗？不上啊。现在小孩还小嘛，去学校小班也学不到什么东西，上幼儿园交那学费，还不如让他来这里玩这些，他自己也开心。那这个来这个游乐场一天多少钱啊？周末的话就40，其他时候20。哦，其他时候20。你开会员的话会更便宜一些。那这个一年算下来得多少钱呐、啊？一天20，10天200，一个月600呀、他周末不是20，是40了。啊？哦，那也差不多800块钱左右吧，应该是一个月啊，一年就是8000、9600啊，一年9600啊。然后呢，他来游乐场，我也要来背的。你要来啊，陪他我呀、啊？上不了班的。你上不了班的、啊？意思是，在一起了以后还是不赚钱是吧你？那我小孩还小嘛，我要陪小孩呀、那等他大了，读书了，我也可以上班的。大了就可以上班了是吧？大了，那他什么时读候书上了嘛。学啊他？我想让他幼儿园大班再去，幼儿园大班再去。因为大班嘛，他也大了，胆子也大一点，是不是？现在还这么小的去，啥也不懂，也害怕。那还要玩多少年呢、啊？算下来，还要玩2年。还要玩2年啊？2年也就，也就1万多哈、是的，也就1万8这样子哈、是吧？相当差不于多娶吧。你如就只果，就需要1万8嘛，是吧？就这么简单是吧？对，真的、啊？真的呀，只要能保证让我小孩天天来这里玩，我就没啥条件的了。那你天天也是来这里跟他玩是吧？对啊，我天天会来陪他呀，这个你能接受吗？倒也能接受。能接受，那你直接去开，先去办会员吧，办1、2年的。办理2年的会员是吧？要是我跟你在一起了，后面你不让他来了咋整啊？我一点保障都没有，对吧？你得直接去办会员。哦，你要保障让他能以后都能来是吧？办个会员，办个2年的会办员是个会员他会更优惠的。可以办个会员就可以了是吧？就嫁给我了是吧？可以直接去领证了。直接去领证，不用办婚礼了哈，不用给彩礼了哈。我是二婚的嘛，不用办什么彩礼了，不用办什么婚礼了。好，那也行。那你去办吧，那我去办个会员给你啊，办2年的啊。办2年了是吧？好，